20小节，这么长的时间啊，20小节等于多少公？21万辈子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几亿年，那你还烦恼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消除罪业8000劫，所以你有信心那没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为了别人。啊，这个人没信心啊，这个人还不了解佛法啦，你们宝贝往后了，啊，妹妹打坐也舒服往后了，让你相信因果啊，所以那用佛力来加持，所以每次有时候他们在问，我拢在边啊念，啊，我用祈求佛菩萨加持他，为他念往生咒啊，啊，药师咒啊，本来看，哎，恶鬼道，然后我讲啊，你个快点，哎，往生净土，你们知道我在念不？啊，你自己也在念嘛，啊，念三遍往生咒 OK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引导他往生净土，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啊，所以这是因为这个信心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，我们要当然呢要善巧方便啊。所以各位，哎呦，我今嘛那个各位讲啊，我是希望各位爱个打啦，把人讲好唔好啊？哎，要很热衷、积极啊，好看面、报喜，对方看到你的欢喜、够信心，这真简单，这无什么代志啊。迄个我一日要开刀啊，脊椎要开刀，然后呢烦恼，医生讲爱叫伊签，啊，无就一世人拢爬袂起来，啊，若无开刀，安怎？多啊，直直烦恼，直直哭，面啊白叔叔，什么啊叔啊，今嘛变喏，很简单，先离开你家，住在我们寺庙就好了。为什么龙脉有压力啊？都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想，因为在寺庙里大家都在念佛啊、诵经啊，很简单啊，放下啊，身口意得到佛的加持，因为这个很多病苦都是心态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心就是保持清净，然后呢，啊，你的行为按照佛教的戒律，多的呼吸，卖假吧，啊那样，所以呢，办一个呀，叫做。这个癌症室啊，你拍天啊，重症室，还是恢复室啊，还是安宁寺庙啊，因为你来这个啊，你光拍天了，八关斋戒室啊，所以你只要什么破党呗，什么弄来啊，就大家拜佛，大家困我爸拜佛啊，来做神书，说别给改的破病，心放下，对不对？佛力加持，改变命运啊。所以我师父嘛，对啦，跟他讲，这个出家人还是不要生病好。这个生病了，看到你都没希望啊。这个是我唯一的压力，别在旁边呢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我们在放生施食啦，当然不是不会生病，但是心里不生病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曾华长老，到了92岁，他得的是胃癌啊，根本不能吃东西放血。但是每次看到他，海涛不用烦恼，师公现在忙得看大般若经啊，啊，我要把它看完，你一定要看啊！师公看般若经非常惭愧啊，啊，原来菩萨这么伟大、啊，所以因为他没有感觉那个欢乐啊，因为我听他们讲说，哎呀，我师公的伟，我就欢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去看印顺导师也一样，印顺导师90几岁，全身都是支架。他那个病啊，他是这个胃也是胃里面都是癌细胞，没办法吃东西的另外一种，但是他永远要讲佛法，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他这个活在人间呢、啊，是大家要我活着了，我就撑一下啊。他超越了，因为讲看到你，我就不敢哭呢。啊，哇，他们在斗嘴那些老书啊呢，啊，所以各位呢。能对给你开心，卖爱卖狗，好唔好啊？有快乐不？安尼都好啊。啊，更加艰苦，这个艰苦是一个咱出离痛苦的作用啊。这个艰苦，哎，让咱有法度消业障啊。这个艰苦，哎呀，让咱更加打拼念佛啦。啊，这个艰苦，让咱知影极乐世界足好啊。啊，世间极苦啊，所以。你要转念。平常我们是烦恼啊、压力啊、不甘愿啊，啊，老公对我不好啊。那一天我去香港，有一位很有钱的，人家跟我说他很有钱哦，师傅啊，他很有钱哦，你弄拍心，你会讲是给钱啊？啊，他很有钱哦，啊，但是
不快乐，为什么？这个老公很有钱，很多外面有太太，他也是其中一个而已，很漂亮啊。阿伯讲了开始哭，我都可怜，你看到书去哭，看到书是会发财呢，是快乐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念头一直，我很有钱，但我很悲哀，他就是他错误的观念啊。所以我想，后来我也没办法，我不跟他谈，我越谈他越哭，搞不好爱上我那怎么办？啊，俩姐姐来倒啊，那呢，是吧？所以我讲，我明天要放生，我、哦、放什么鱼呢？转念你要干嘛？啊，就像我去看我妈妈，我绝对不会敢问我啊，最近有较好无？我莫问这個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我跟你讲，啊，那那那讲好呀，你啦。所以各位你要学这个，要学这个啊！有的人实在是，实在这人足歹心，拢要讲问安怎死啊？呢，啊，安怎艰苦的？你要把它转念。我等下讲，小孩子跌倒，不要问他哪里痛，哎、欸，这边有糖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悲心的去摸摸他腿有没有受伤，安尼啦。但是你不要一直刺激他哪里痛。也就是说，各位不要诉苦，苦越诉越苦。啊，佛陀叫我们念极乐世界，那乃至念众生苦，不要念自己的苦。各位，这个一定要抓住诀窍，好不好啊？一定要抓住的。这个世间你要讲它混混乱乱太多，因为我到很多中心，有些义工来跟我讲，师父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你要改正啊！你是头头哦，我可怜，还放个炮给我，啊。当然不好才让你来啊，好你还来干嘛啊？但是我们不要一直说那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个不好我们来把它弥补好，这样就好了啊。我尽我个人的力量把这个不好把它弥补好，我都会这样回答。我说老实说了，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这个人走到哪里啊，我就希望用我全部的力量，而且还有佛的力量，那个地方就会好起来。像各位从刚刚听到我现在，谁没有希望我？还无白来啊！啊，本来你在问我感情要哪死的，你起码改问啊，要哪去记录世界的话，因为你心念改变了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个悲观人物，你就一直去找这个世间的痛苦，这个世间哪有一个好？这个地方又不是极乐世界啊！但是我们在的时候，我就让它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每个人都尽力，你不做，我来做。你抱怨我快乐，那你就给他正面的力量，不要再去讲他哪里不好啊。只是这个社会颠倒了，这个社会就像搞选举一样，你一定要讲对方不好，不然人家不会选你。那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八卦，所以我都没在听这个，我是关心的啊，因为我们在念的是法极乐世界，看的是万法的真相，更加不好更加好的本体也是空性，对不对？要安住在这个般若正念，然后呢，我们只是去慈悲的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世间我不会抱怨，也不应该抱怨啊，抱怨伤自己呢啊。所以各位今天八关斋戒，保持正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回去以后腰会不会好？修蛋的腿拜佛了，足奇怪啊！那么还有奇迹就飙很起来，推轮椅进来居然走出去，我叫好赢。人家基督教比我们厉害，大家哈哈利路亚就背起来，等下等一下，然后呢，大家就感动啊，感动啊，哎，有人来起，好不好？先用一个假的来啦，你看，两个一半占用，然后说背起来，怎么行进去？哦，让我们有信心。这骗你是为了各位的信心呢。哎，回来今天来，人都连不起来啊，所以意思是说。你要有相信，这个相信不可思议，所以我现在比较懂了。我现在觉得一不舒服啊，我就调一下心，就像那个锅灶去看电影，黑人啊，用台的这个稳功，给他运气。佛陀给我们运气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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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千万不要重复你的病，也不要重复讲你的病给人家听，也不要去摸。比如说，我这个手在疼，你无代志甲摸者，互你疼，互你疼，我个肩在疼，互你疼咧，不爱甲你摸，啊好啊，你不爱甲摸，伊就啊，你无咧插我安尼啊，是不是？你放下，我无咧找你麻烦啦，你下死命甲戳，就互你死咧，啊，互你疼较久诶，所以各位你要记着这个道理，
这个讲，因为你被他打倒了，了解吗？所以佛陀为什么说打坐的时候哪里痒哪里不要管他，对不对？他就哪里没办法，因为你的念头在佛念，在正念，不会被病抓走，不会被痒抓走，不会被酸抓走，了解吗？这个你就超越了。啊，你有开悟不？你拿我好不？卖个两万了，还念阿弥陀佛，卖两万啊，卖两万我们棒杀。所以我跟那个有钱的太太就这样讲一下，讲一下，那他就微笑一下。边阿郎的摩阿公阿叔又包偌济，我你嘛好啊，你家足贪心，你是为了钱啊，你拢无自卑啊。所以我讲完也跟他讲说，千万不要包红包给我，为什么？那让我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是为钱，我跟你讲完你给我红包啊，我咧卖了，我可不咧走不路个。啊，我刚刚呢，原来是为了一包红包，所以佛陀有规定，哎，一定要先供养再说法。人家是对你尊敬信心，而不是讲完，不然要包两千，抽一张出来就讲了无好一千，就讲了较好，给给三千，啊，无咧算小呢。所以各位，你还是把握佛陀讲的都有他的道理，啊，都有他的道理，供养。所以当然呢，有人我说师父以后往生牌位不要钱吗？我说这样干脆好了，以后往生牌位呢摆个功德箱。哎呀，你是为你的父母祖先供养三宝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啊，因为而不需要个特别，因为我点了爱贴钱，我点了一种高摆位来，对了，夹几张一千，要输你那夹几千，特意做功德啊啊，他往生者马上感受啊，而且几千功德，这个落个功德箱会多好啊啊。每次来一个下修股，可怜哦，下修股面难了啊，所以那就代表一种钱替他做，不然我们心不安呢、啊没有替他做功德，当然用各种方法都可以。我的意思，我是强调，不要再去诉说负面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？悲伤的事情不要再去诉说，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光明的、正确的，所以叫正念。佛陀叫你讲。看的是正念，想的是对，不要被痛苦拉回去。所以我跟那位有钱的漂亮的女人说，全世界有几个跟你比呢？啊，你什么都有，你连那个也要贪，这个不公平啊！长得漂亮有钱，人家羡慕你，对不对？老公只是共有，这个不错了，你还要独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就是你的痛苦啊，那你就很骄傲。建海涛法师还经过这么多关，我跟我被记红的嘞，啊，所以因为他就用各种关系，当然人家一讲再讲再讲，哎呀，我就当然呀，不是我不要，而是我事情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就会觉得说他们有个特权的观念了，因为他不懂了，真正的快乐是放下，他认为真正的快乐叫傲慢，拥有别人比别人幸福，比别人多。这种傲慢呢，会让他很痛苦。那当然要，我们发观在戒的这个意思，放下一切，放下。下回各位列处的尊敬，你要破衫来穿，你刚拿请你俩来破天拖呢。然后动作你乞家，你别去斗，我来修八观斋。啊，你别再傲慢了，我穿水衫穿好的。过一种人开一台好车，跳后要停在门口，等候他法师来看到，门拍开，走出来呢。哦哟，贵妇来啊！啊，可不可以参加什么星光，搁走红地毯哦？那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，哎，我就是这个，我有钱，我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那这种傲慢，不可能么？可能还是假，对不对？如泡沫一样，真理是永恒、不生不灭的，没消灭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了解佛法，所以这点各位。你要点了，自己安尼讲啊，所以我要保持正念啊，别再卖给想着世间话。等一下，南无宝积如来，爱护所有动物，离苦升天。南无不动如来，所有流产胎儿，三途苦众生，贪嗔痴众生，不起贪嗔痴，恢复妙喜世界。啊，这种妙喜。啊，南无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，永离怖畏，保护恶鬼。咱讲了鬼也惊，这个它叫无量威德呢。
你要对贵对众生慈悲，你有大威德如